婚生女夭折，狠妈谢英八块丢马桶。그래서엄마기자를선택하고뭘버렸나요虽然不是每个孩子都在父母欢喜期待和迎接下来到这个世界，但把亲骨肉大卸八块也实在太骇人听闻。马来西亚一名31岁女子未婚怀孕，在外公家中产下夭折女婴，可能不想被人知道，竟把女婴分尸八块丢入马桶冲走，如厕约一小时，还向母亲谎称是生理期而不舒服，但之后大量出血，到医院接受手术，医师觉得事有蹊跷而报警，这件事才被揭发。警方在女子外公住处找到女婴部分遗骸，正在进行 DNA 鉴定，因女婴夭折后才被分尸，无法以谋杀罪起诉，将以隐瞒出生或秘密处置阴尸等罪名，将狠心母亲移送保案。杜新闻综合报道。向苹果爆料最有力，照片1000元，影片2000元，奖金送给你，我再捐款。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人人都是记者，爆料一举数得。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